那各位哈，心里呢？好，我们做个记录哈。好，那我跟各位来报告了哈。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站在这个地方，我讲话要持平，因为哈，咱讲一句别在南岭的，哎，再收掉。喂，哎，我南岭回电，我叫你出去回去，我南岭回电。我先来甲讲个头，啊，即马互恁有意见的人听讲，啊，咱十分钟要结束，安尼第一点吼。十分钟结束。我做代志拢有一个抗战啦吼。第一点，我直接甲大家报告，光池有积水的问题，唔是饮水的问题。我即马所讲良心话，你若唔对，会当甲我讲个；若唔对，人拢会当野手啦吼。光池是有积水的问题，唔是饮水的问题，因为这块面积吼，无可能讲无积水的问题，这真。真无可能做的代志，咱路里遐尼长哦，就有可能有一部分哦下水无会积水的问题。所以里长伊来反映讲积水的问题，这是好意，这是歹意，我应该要甲里长来肯定哦。这一点我来讲，伊来甲反映这个问题是里长伊毋是专业，所以伊无法度来讲，我要下指导棋叫你安怎款做，还是公处，伊就想这天方夜谭，伊讲啊无干脆来积水。未来搞做点蓄水池，讲伊铺满，以后阁会当雨水阁回收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你这做法算做了上过头。假设讲这个所在马上就要开发，你即马所做这个物件，会人互你讲浪费预算，安怎款讲呢？因为你即马所做好了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，两年了、一年了，咱的广池开发了，伊可能对这个设施无符合吧？伊感觉讲这是临时性的措施。所以又搁甲伊提掉，按民众安尼讲，伊会感觉讨这钱浪费钱。咱即马马上就要开发啦，我只要讲的是每一个真实在话，马上要开发，来饮水来接水，咱去甲迄个燃煤自己咱甲处理，唔免讲吼，买啉牛奶来牵一只牛顿啊。我安尼讲你了解，唔免讲，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去这大水大水池，我要甲恁讲吼，这甲恁都唔是一个相对的关系的，唔是去你领导门口。我想大家拢是关心这个议题，用关心的角度来讲，所以拄仔你听我讲，是你广慈，我甲你听讲，因为我有插政治人，我知影，安尼去了吼，会大家私底啊都唔好，我咱讲正经，应该伫遮，咱即卖是拄仔回家，我有甲公园处讲，讲恁倒转吼，恁去看卖啦，真到雨天的时阵来，咱来看卖啊，到底是安怎管政，咱你听来，咱这个关心的人，咱嘛请恁来，咱来看卖讲。解决问题，咱若落雨天积水的时候，咱看是变咱来解决。啊，咱唔免讲来做这个题啊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哦，安尼来讲，唔着大家唔着当解决讲，把代志解决好势，啊，佫无伤了咱大家人彼此中间的这个感情。我咧讲，应该这边嘛听，这边嘛对唔对？我咧讲算。解决方式事情的方式是对事而不是对。对对哦，这样子讲，对没有错。我不要这样说，两个原来是好朋友，结果因为这个问题立场上不一致，啊要。伊都见面都讲，不爱小姐问，啊，我安尼来讲就讲失德啊，唔是叫公德，啊，我不安尼做，所以我搁再一遍甲大家讲，我因此我直接要甲公园处讲，我讲建议恁吼，恁我是一个真好心的人，我建议恁讲会当，我今仔唔是讲听这边话，也是听这边，我唔是安尼讲，是我家己个人的主观的看，我认为讲应该先回填，啊，唔免去甲叮当这个物件，唔免加开了钱。咱若饮水有积水的问题，咱想其他办法来处理。安尼大家敢有赞成？安尼赞成吼？安尼若赞成，吼，咱公司在进行当中，这无关讲甲你。我即摆搁再一遍甲你顶平反，讲说清也清平。我讲，伊是讲主张这个物件爱解决，但是伊毋是主张讲要来去这底下的一个计划钱。安尼讲，所以是恁唔对的。的做法，莫讲恁唔对，恁天真的做法，予里长受着讲即款冤枉，我嘛安尼甲里长申请这冤枉，安尼会使无？安尼算公平？我甲你讲，对的代志，我做一遍，甲恁讲个清楚。啊，若无恁以后，大家一直点啊，摩擦点啊，相碰，安尼唔好。所以我定讲哦，这个生囝真艰苦，但是若无咧疼吼，就囝生袂出来。今仔我若无来，无定这边人会袂谅解讲议员。哦，啊，你呾拄啊选出来几工就安尼。啊！替另外一帮个人，啊！替甲阮收你礼金，我唔是安尼意思。咱无即款遮歹心的人，咱是要甲公平。我嘛安尼甲礼金讲，今仔我来会当讲公道的。
不然换别人来，伊毋是讲公道的，伊用批方式安尼唔好。你了解意思？我定讲，这个代志一定要解决。所以我即卖吼，公路顶管理处又讲，我麻烦咱这边，恁家道歉，歉讲啊，咱这个物件反对吼，反对做这个蓄水池，啊有一个联署书给我，因为因讲爱有这个物件，因在我都，即久无给我无用，但是恁签好了给我，我认为讲这个，你对这无关吼。不管多一个人，你卖甲想做讲，这就是听我话难了，这是尊重我难了，唔是讲哦，唔是讲安尼就是反对立场，安尼就是赞成立场。咱卖甲伊用到安尼对立，你知我意思？咱就是讲，今仔大家为着讲这个物件，咱来找一个替代方案。讲这袂使，讲这袂使，你了解意思无？袂使，咱来用保密方式来解决积水的问题。咱卖挖一个底啊，安尼因倒转的吼，因才有法度一个班，你知？啊不，因无法度。他没有办法评判，伊讲啊，咱做到一半，啊人叫咱卖做就卖做，啊敢想要有外一人叫咱卖做，所以我拜托你签姓名地址。刚才蔡工连署讲外侪人叫伊做，啊免，我这这安尼袂用的，唔是你听我讲吼，我你讲安尼免，我这嘛跟你讲。你连署看什么人，外侪人要叫伊做，外侪人叫伊卖做。即嘛就是两种。即卖大家袂使叫人讲，外地人叫伊卖做，对无？来，恁这样听我讲来。来，我你讲。你拢无甲阮面来讲，没有环保，没有大众都没有。这里。那要食饱才一直环保，那无食饱就拢无环保。对。这里吼。那就是公器私用。这里我来。好公正，公正。哎，你办公室有打架？来，这里吼。不食饱，你讲。那你今天就能广播？现在，来，现在吼。这里咱卖讲，在这款的书底啊，这款的恁。小姨在讲较劲这个代志，我卖甲恁解释，安尼好不吼？这虽然个看法，啊，我卖讲，啊，我今仔是讲这水底个问题。我今仔要甲大家讲，我拄只已经甲参详好啊。我今仔本来吼，一早起是要台中看阿扁，但是因为吼，这个代志呾冻掉，我呾袂当哩。我嘛甲咱大家讲讲，我是公私为重啦吼。我即摆甲大家讲，性命地址定了，咱个人事讲我反对，啊，恁签一挂来，至少讲因要吼停工有道理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希望讲恁来三工啦吼，今仔拜二对不对？今仔拜三，恁就安尼啦，下礼拜交互我就使咯。啊，下礼拜吼有这个几份，没关系，你签多少算多少，就是签越多越好，就代表说这里边的居民大家都反对这样子。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啊，就完我跟侬讲。你现在我先讲算，我先讲。啊，我再，我你讲吼，安尼了后，因等的吼，因等平白，毋过我要甲大家讲，下礼拜以前绝对无动工的。啊，下礼拜了吼，你那物件送到，来当拜五送来是上好，那阵三四五、三四五吼，三四五来当，这个拜五送给我上介好，啊，我就紧甲签一个吼，紧给因，啊，了吼，咱这个物件，因为你不是，咱这个物件就下礼拜，我就经过陈处长来讲来回电，因为这民意拢反对讲来起这个水堤啊，其实这边的人嘛，唔是袂使签的，你了解意思？那有志一同，这无分，无分那个，无分那个，党力啦。因为我感觉讲安尼在讲吼，你即马来说，你安尼在了，啊，你顶嘛这个代志，咱我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好意安那变成歹意，你了解意思？咱好意是讲要来解决水的问题，结果恁想一个方式，啊，再喊你顶白黑锅，我咧讲你了解，我嘛喊你顶清白，我要讲今仔来不一定恁。实在上，安吉，阮来安尼教阮，一定上。我唔是上海意思，我讲，我若无来，恁这个代志一定嘛是存在，嘛是在对立吧。我来今仔做一遍，讲个清楚，啊，咱把这个物件解决好势。这个物件啊，看到恁个，大家就是一片祥和啊。我就没个公害的。啊，以后虽然看法啦，哦，啊，我所以讲，你讲，今仔讲八万馒头，我不介意。因为我想要了解说那个份数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刚刚里长有提到说我们这一里有四千多，没有。那如果说我只有到一千份，他说没有过半，那哦没有，对，今天尊重一言，尊重一言，我请教，我请教要几份呢？我可以讲话，我不能请教几份吗？你不要乱插话嘛！议员都还没讲，你就要这样子讲，你是不是要硬坐？你是不是要硬坐？我意思是讲。
我没有意见的意思。副理长，你点点啦。唔咩咩，搞好代志做做诶，你话做。来，你不要被遮住了，真的，尊重的良心啊。没有针对人啊，没有针对人啊，没有针对人。你要不要签嘛？你要不要回填嘛？不回填你也不举手，你要不要回填嘛？你要。